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这段时间我店里比较忙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抽空早点回去做饭。这个假期我们哪里也没去玩，主要就是我们俩都比较忙，所以呢没办法，真的是顾了工作就顾不到家庭了。这是今天早上在菜市场买的菜，今天去做一点像样的饭菜给他们吃吧。现在首先要把这个汤先煲好，煲汤太费时间了。今天要做一个特色菜，板栗烧鸡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好啊？板栗，板栗、鸡肉都准备好了。板栗烧鸡我是第一次做，看看这个。今天只能现学现卖了。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哇，好香啊，加点青胡椒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。今天这么丰盛啊。可以哦，这待遇我一回来饭菜就上桌了。你们不是说我准备正儿八经的做顿饭了吗？没意见了吧，对吧？没有意见。今天这个饭菜不错，你要多吃个晚饭。这个菜可是我现学现卖的。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最后一个汤。我不是变美，是提高审美。哎呀，自己也变美了呀！审美和变美不是一样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鸡肉跟板栗真的是绝配啊！嗯，确实好吃。现在正是吃板栗的季节，所以我昨天就买了一袋。有鸡肉的味道，又有板栗的味道。这下对我没意见了吧？没有意见，谁说有意见了？你们都有意见。你们说我现在自从开了美容店。你们就经常要以外卖为伍的，可是我又没吃你。外面的不干净，又卫生。那每个家长都在说吧。确实就是这样啊，事实也是这样啊，自己做的更好吃，又卫生。我正妈妈忙的时候，我就吃外卖的。吃外卖那是没有时间做。吃完饭又过来加班了，做眉毛了，我先把这些。需要的东西准备好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立马。